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来黑框眼镜的频道，我是冰恋。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玩的是，我们今天要新玩一款游戏叫《Noita》，那据说它的翻译叫女巫，那它现在还在早期测试的阶段。那之后我们大概就会间歇性的玩这一款游戏，因为它是一款 roguelike 游戏。等一下你们就知道，每一次下地城，每一次都会有不同的体验。好，走吧。右键是什么？没有，左键是射击。对。我们现在是扮演一个女巫的角色，然后这款游戏啊，每一个像素都非常特别。你看，我们踩在水里，所以我们就获得水，然后我们可以踢它、踹它，就会飞走。然后这是我们的法杖，我们现在法杖啊，乱数就是它会不会乱发射。那它现在不会乱发射，所以我们有一个火花弹跟一个炸药。然后它现在还没有中文化，还没有很完全，然后只有减重，所以就。麻烦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，来，我们来把它射起来，烧起来了，在水里还会燃烧哦，这么可怕，然后还有烟呢，酷，来吧，我们下地层看看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挑战。这个是什么？还有个骷髅头样子，离远一点好了。哎呦，这个呢？这个是什么？哎，等等，那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毒性淤泥，好哦，这里有宝箱哎，有个法杖是不是？我来看一下，这个是什么法杖？它只有10个哎，这叫召唤岩石精灵。哦，阵型背后 flying downwards 向下飞，然后还会有召唤岩石精灵，好哦。哦，这个的话上面有一只怪，打死它。这才第一关而已，不然比较简单一点。那个还有个，好像还有个东西，但是上面好像是毒的东西，我不敢去。哦，好像有怪在撞墙，是不是？一直有震动的感觉。往前走，左边、右边都好像可以走，我们先往左边走好了。来来，这是什么？水池。下面有爱心，这是加什么的？加血的吗？我们先把它杀死好了。对，还是必须得先杀。对了，太好了，这个是什么？费洛蒙烧瓶，是魅惑用吗？太有趣了。哎呦，这是什么？炸药。好哦，北七炸死自己，笨死了。你看，有钱，我要捡钱。哎呦！来吧，烧吧，再来啊！我要想办法拿点开心，感觉很帅。我们就来试试看我们的炸药有没有用吧。离远一点，好舒服。它架起来了，然后它会烧掉，可是有在水里面不知道会不会烧，追加生命值上限，好像是个不错的东西，好像没有烧掉最终还是烧掉了。好哦，好哦，不要烧到我好不好？我看，来，往下走吧。下面有两只怪，杀死。怎么杀不到？这准度。有，杀死了。来来来，那边封路了，我们只能往这边走。来来来，等一下哦，下面这可是什么？等一下，他们好像有点强
等下为什么一直炸？一直炸？一直炸？他杀死了，他杀死了。这是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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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他喷什么东西？哎，不要乱喷啊！好了好了，杀掉了。这还有一只，哦，好危险哦！处处充满危险的一个世界。等于说，我们就要在这里生活，然后只要一死掉，我们就会全部重来哦。这真的非常可怕。哎呀，那什么？哎呀，有散弹枪。杀掉了，有都杀掉了，好好好，好样的，这边都杀光了吧？哦，好紧张哦！来来来来，我们往下走走看，还有什么新东西？哇，底下在炸！哎哎，我快死了哎！哎呦，杀掉了，成功！好，再来，哎，那边有东西，钱，我要钱，我要钱，哎。可惜，好，来，在上面这里，我们应该试试看这个对不对？这里有什么厉害的东西？哦哟，这个法杖强多了，早该用了。哎、欸，好，来，等一下、哦，近的先解决。哎呦！这是什么？神圣之山，看起来蛮帅的。我要进去吗？这样这样啊！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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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进去。走，这里是新地图是不是？哦，看起来好像是宝库吗？来，我收集起来。哦，完全生命值回满了。然后这是什么？法术刷新器，不知道什么东西。这个是。好啊，这个是什么？怪异火焰弹、火花弹、电锯、二重射、火球，感觉蛮帅的。还有啊，这个是 more love， 更多的爱。这个是以暴自暴，追踪魔弹。我觉得追踪魔弹感觉不错。好，我们拿追踪魔弹好了。所有法术都会轻微的追踪敌人，这感觉很猛哎、欸！以我们这种射不准的来说，好，那我觉得我们可以拿个这个。欸、等一下，那边好怪、欸，这会不会掉钱啊？不知道我现在多少钱，那你们就提供，没有给我钱，可惜了。来吧，这个买了，这个怪火焰弹不买，我们买个这个火球。火球只有15个，所以我们编辑就这样编进去。然后这个的话，我们先不要编进去，好，我们先用这两个。然后火球我们可能下一次再用，好不好？对，那我们继续前进吧。这200块不知道是什么，干嘛？黄金不够，好吧？走，起飞！我飞不起来。炸裂了！喵！啊！煤矿矿坑，这算是到第二关吗？也许哦。来，四处走走看看。我135滴血。哎呀，这是什么？有毒，有毒，我中毒了。哇，这里好毒。3D 扣啊。下面好像很怪。有，那个炸药没有用到，可能就死了。我们先泡个水，我觉得泡水还不错。防火又防那个，哎呦！哇塞！等一下，那边还有毒性的物品，啊完了！啊没事没事没事，这是什么？拿了。我们心魔杖有什么用？两颗没炸药，好啊好哦。好，就是两枚炸药。我刚刚看到那边有东西，我想过去拿，哎呀飞不起来。对，那边亮亮的，这个亮亮的应该是有宝物。来，休息一下。哎，烧掉了。哎呦，它会掉火哎。它好像，
会掉火星是不是？那是火星吗？下面好毒。啊！好好好，我们只要稍微不瞄应该还好。我们他有稍微追踪。哎，不要这样。捡个东西，我烧起来了是不是？没有，没事。这个东西要怎么拿？魔杖有新东西，我们把这个拿掉。这个可以干嘛？这个有弹跳爆发，我们射一个。嗯，会打我自己吗？啊，不会，不会打我自己就好。哎，这个不错，好玩。狭窄空间适合用。来，哎，我们怎么又回来了？回来就回来。哎呦，它会自动追踪哎、欸，超帅，这把超强，哇！然后神武吗？来啊 ，PK 啊！我的是追踪弹哦 ，PK 啊！把钱掉下去了，算了。哦，不想烧到啊！飞不起来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怪很多，怪都是毒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下面是什么？有没有水？随便射，都是火，到处都是火啊！我想到了。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快，进去，快，24，泡水，哦，舒服，啊、哦，145滴，还好还好，来来来，我们好像有新的法术，这个是新的法杖，看不懂，看不懂，看不懂。这有打折哎、欸，那我们要不要什么东西不要？但是他可以帮我们开路哦，先不要好了好了，我们就往前走。对，这个是水烧瓶，然后这个好像是费洛蒙烧瓶，我们等一下可以用用看烧瓶，用过。然后这个是更快的游泳，更多的血液，粘稠的血液，用更多的血液好了，吧？更多的血液，快速游泳，更多的血液。血啊，到处都是，这可以买吗？还是不够？我根本不知道我有多少钱。来吧，关了。那是水，水。呀、啊，我踩下去会裂开，刚刚有裂开，对不对？对耶。好好，来。哦，你想攻击我？哎、欸，这个是之前那个。这里怪在下面，哎哎哎！我要居高临下攻击，为什么？等下为什么一直受伤？啊，是。我打不到、啊，他好像都去追踪一些奇怪的东西。他有追踪也是不是，有时候也是不是很好。哎，这样不行，我要放招了，我要放错招了，突然放出啊，他死掉了。啊，这是什么？烟。我现在卡在这里哎，不能动哎。这是什么？蒸汽，蒸汽应该很烫，所以不能碰。不行啦！会，对，很痛。我根本不知道死哪个是哪谁的。好好好，来，继续。我有点卡，
他死掉了。好好好，成功，杀死他就好，杀死他就好。换100多滴血杀死他，为了杀死他，这是什么法杖？有不稳晶体啊，分裂弹啊，死亡四啊，召唤弹啊，四重散射法术，先不要好了。不然我们是可以把这个死掉。不知道哎，不知道好不好？再看看这个的攻击力可能稍微高一点。下面的话，哇，我们真的选错了。我们如果有快速游泳就好了。那个武器，等一下它是什么？哎，它会让我弹来弹去的。等一下，我卡住了。住了，哇！有杀掉他了！啊，哎，上不去！有了！啊，这23滴啊！天哪，这发生什么事啊？来，往前探索。我们是不是要？它中间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补血的东西？如果没有的话，挺糟糕的。我们快没血了。不然我们直接开路从，哎，开不下去，我觉得开不下去。哎，往右边走吧，看还有什么东西。那法术法杖每一次拿到的东西都会不一样，所以会蛮好的。哎呀，这快速杀死吧。我死掉了，点击此处查看统计状况。好吧，那么今天诺伊塔的影片女巫就大概到我这边告一段落了。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种每次都会有新的惊喜，每次都会有不一样的东西的游戏影片。那下一次我再出这支影片的话，我们可能会拿到不一样的法杖，遇到不一样的怪，遇到不一样的地形。那就等着大家来看看。大家喜不喜欢哦？那么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加一下喜欢，还有订阅，以及可以选单就能获得我们影片还有直播通知。那么我是 iPhone 眼镜的 Billion，我们就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